大家乡的幼稚园的毕业典礼，伫咧20号透早在汕头国小举办，由乡长吴进凯率领所有的毕业生，行过长长的红地毯，向前着走向人生另外一个学习的阶段。大家乡长王进凯勤听民意，体恤家长的需求，支持幼稚园伫113学年度开办幼幼班，以减轻家长照顾囡仔的辛劳。典礼当中，王乡长颁发毕业证书，也照幼生会相传的仪式，勉励幼稚爱有勇敢向前的不畏精神，并且祝福毕业生会当快乐迈向另一阶段的学习。今仔日吼，是阮迄个六下乡阮乡托吼，是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今仔日吼真欢喜，咱真侪家长吼，拢陪伴着囡仔，做伙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我讲吼，咱小朋友对细汉的基础一定爱做好好，这嘛是拢咱国家未来的栋梁。当然，感谢咱跩家长放心，把因的囡仔交予阮乡的乡托来安尼做一个教学。当然，咱乡的对园长甲所有的老师拢予小朋友上好的学习不管是艺能体部分大家拢有啦真关心。嘛真感谢咱家长长期来甲咱乡托的支持。未来吼，然后有需要咱乡的改进的所在，咱再希望吼嘛咱继续来甲咱大家。大家乡的幼稚园采通精细的教学，进行主题教学甲学习区教学，学习区的多样化学习，幼稚会当主动乐意挑战，以及展现专注自身的学习态度。幼稚伫主题活动当中，透过自主探索，发现问题，讨论甲分享，实作当中建构解决问题能力。伫通真实的教学当中，幼稚快乐学习，发着囡仔的快乐学习甲成长。黄乡长、肯定乡长甲老师为教育的用心付出，也感谢所有家长对六卡乡立幼稚园的支持。这些新闻就来行六卡乡采访报道。努力与坚持，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创造无限的可能。破茧的曙光已出现，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再创嘉义的梦想。